天又带了讲稿，然后他又专门讲怎么样这个在林里面，哦，那天有没有看那个录影的话，他就起来画个图，然后在那里，我们就发现这个他真的是在复活里面。阿们，这个有点长得到94岁了嘛，他能够，他那天讲说。他那天讲脸上了可就有一点那种汗斑啊，就戴一个帽子，戴一个口罩，他说整个脸都汗斑。他本来他就他根本不想来聚会，就他那天他就觉得说主啊，越是这样我越要在你里面，就他就想来分享。阿门。我觉得我也起来分享，就觉得说这样今天这个信息像哥林多前书这里讲，他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应用嘛、就是呼喊哦主的名，阿们啊，他说喊哦主耶稣，喊哦主耶稣，你想这是迷信吗？你若着迷啊，如果你是这着迷，我倒愿意我们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就后来我就起来教，就是我们要学习，早期以前的时候，李弟兄一开始叫我们学习。怎么样操练你的时候1968年的时候喊哦主阿们阿们路亚，这应该要成为我们的操练要来的这个新的信息啊，每一篇如何用你几乎就从第一篇到最后每一篇他都喊哦主阿们阿们路亚，这个我们操练你其实并不会很难，唱诗歌也是很好的，但是从1968年以后，他6867477，他几乎每一篇都叫我们操练，所以那一段那几年里面啊，几乎弟兄姊妹一次见了面，我们都是呼喊哦主阿门哈利路亚，哦主阿门哈利路亚，哦主阿门哈利路亚，哦，那天起来叫做。我姊妹说你最近好活啊，就证明说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摸着那个灵啊，我们是很喜乐。哦，那天我真的觉得恩惠说他把我那传到我女儿那里，我女儿看说爸爸你很少像这么用力啊，在灵里面啊，连我女儿啊都在那里，这个感觉，所以我们要学习操练，真的是。从呼求主，阿门。阿门。我若让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是起来的，那就不一样。就像今天这个节经节，他说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然而在灵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他后面说，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依据是活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真正要常常回到在基督的灵里面，基督的灵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呼求主，阿门，哦主，阿门，哈利路亚，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们若没有灵，就没有身体，就是一个尸体，所以我们在聚会中我们要学习。当有交通的时候，我们能够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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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像刚刚这个今天这乐业弟兄起来交通的时候，我们都是要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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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都是我们喊哦主阿门，这聚会蛮了主的话，这个聚会啊就有活力。主啊，也不是搞花样，就是这样。你看，再回头，我们现在好久已经没有再像这样的气氛。我记得，要是我们这个同这个年龄的，我们几乎见面啊，没有什么你好吗，我好吗，就是哦，主阿门，哈利路亚，一见面就是这样的操练。哦，那个感觉非常好，那个聚会阿门，活了，蛮了事，阿门。这里都要呼唤主的名，阿门，做一个开始，阿门。那操练你，每次要在灵里，我们那时候要在灵里，忘记了，阿门。我们要学习，知道那个时候连带儿童的时候，我们讲说操练你，那些小儿童，就是那个小
那小羊全部站起来，哦主阿门阿利路亚，这些人都超列名，都没有人讲话，也不知道为什么，忘记了忘记了忘记啊，要亲要呼求主名，要阿门主的话，要一同的来赞美主，阿门，这个都是我们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要来的是在八月嘛，九月，现在六月，你们可以有机会去看。从第一篇到这个，没有一篇不离开哦，主耶稣，阿门，哈利路亚。他就从那个时候就点起来用名，你不能少呼求主的，你不能少阿门主的话，你不能少哈利路亚。那现在大家都忘记了，然后在里面不知道怎么，要找一首诗歌，也不知道找哪一首，但是好，最简单就是。哦主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哦主阿门哈利路亚